我们卡住了，要推一下他的屁股，他才要走。嗯，你看他会自己推屁股。你看你推到他的屁股就走了。那在做什么？你在那里做什么？啊？我希望它会坏掉啊！你看哦，你看哦，然后这样，你看吧。对啊，要转过来。你看，卡住了啦！你这样在做什么啦？弄错边了啦！我给人家挡在那里。